OK，你们能看到我的 screen 吗？对不对可以。？OK，好，那我把关掉那个 music。OK，so 我们先看看怎么样玩这个 Ninja Script Ninja，因为我觉得我以前没有用 Ninja 之前，我觉得 Ninja 好像 C Sharp 那些东西我不太懂。后来用了它以后才发现它还是比什么那些。那个 Stream 啊，还有那些 IB 啊，都好用得多。它主要一个优点就是，你可以用它来下做那个 future 的话，可以做到不亏，或者说你一天不管它，然后呢，它可以在那里为你工作，然后你可以至少不会亏很多钱吧。像那天星期五那天。反正我的课也没写好了，但是他有一些那个，如果写得好的话，肯定可以做到不亏的。他因为那个 stop 那些东西是挺好的啊，我给你秀你看一下这个。我以前也很笨，不懂用这些 child trade，然后呢 AK 秀我一下，我就知道怎么用了。他有这个好处就是啊，比如说他你这个里面下了单以后呢，你可以用那个 by ask。是吧？by bit，你马上把 ask 的话，你马上就可以进去了。by bit 的话，你等一下，但是如果也有可能就等不到，你就下不了单了。特别是大涨的时候，不等大涨，或是你卖的时候，你它大跌的时候，你来不及，你还不如就是 sell market，马上就进去，对吧？这个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ATM 那个，它的 exit condition 啊，然后就是很好，它就是可以你给设到。你要多少？我们送我下一单。这个现在没有 connect，来 connect。现在 connection，这个有 connect 啊，connection，discount，是不是 market 不 open 它？没有数据还是什么？这个是蓝色的话有没有？那有了，OK，没事了。你到这里去下单，对吧？然后你可以，I ask，哦，sell，那个 those，反正就是你要把这个 stop 设好，他马上就可以给你设什么 stop 啊，还有 limit 啊，还有 take profit 都可以搞好。这个。Hello, Paul，我们看到你的那个 screen 不是你的那个下单界面，现在看到是拍上的，你看不到吗？我看看，你选错了。我只看到你的那个 web page，OK，我看看应该是看你我share 整那个个 screen screen 啊？对吧？我先给你看一下，OK，现在可以看到吗现在可以了，？OK，可以可以那了，你再重刚才复跟你讲一说，次。就是我想 demo 一下这个 by ask by bid，这个是 AK 教我的，还有这个 sell ask 这个，比如说你想马上进去，你就 by，反正你是。你要是如果说做那些 NQ 的 future 的话，可能你买进去马上就亏，但是 ES 的话，你买进去的话，用 market 的话不一定亏的，或者是买 bid 的话，那你进去的时候肯定是你最好的价钱。就是说很动荡的时候，你买 market 的话肯定是买进去是亏的。Close 也是，就是它有一个 ATM，它有一个 ATM 的那个可以 edit 它，对吧？你可以，好比说你要一个 take profit 多少，stop loss 多少。那你就 define 你这个这次交易的那个，能赚多少钱，对吧？不赚多少钱，不亏多少钱。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喜欢，他就一卷就给你下了，对吧？你要说那个 stream 那个 desktop version 的话，你搞半天还两个是吧？Control key 什么东西才能搞得下一个单啊？下单你都可能亏死。还有那 web page 那个可能就好一点，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它的优点。那么它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呢，它可以作为 bot。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是讲 bot 怎么玩法。OK，上次我们讲了怎么样去装的，你们都给你装好了对吧？然后呢，第一件事情你装好以后呢，就 login 对不对？login 你可能 login 进去。那么这个是一个 login 以后呢，马上就会给你 control center 对吧？你要 connect。你可以 connect，Coinbase，
对吧？我现在是用这个东西，对吧？你可以就可以有流畅的数据去玩，还可以你可以用 Interactive Broker 还有 TLS 都可以。所以呢，这进去以后呢，你就可以看到，你就可以用它了，对吧？像这那这个是我这个设了10个 account，那星期五的话就它就亏了钱，对吧？亏了几十块钱吧，算很多，对吧？那我这个是。Apex，你看我就亏了这么1000多，他就把我搞掉了，哈哈，所以那个东西就很怕玩，就是他也你赚多少钱，最后你还是他一单亏了这么多，他就把你扫啊，然后他就说你的账号不行，所以呢就爆仓了。那么你这还有一个 Apex 是真的账户了，我记得，啊，这个是三账户对，这真账户了哈，对，这个是不是亏了嘛？亏了他就爆仓了，他就不让我玩了嘛。但是呢。这些都是 simulation 账户，我都是跟他，给他们这个，就是我想要做这个东西的话，我就，就是可以同时可以设几十个条件，对吧？你可以只加上去几十，可能200个可能没问题，我不知道它的 limit 啊。所以呢，第一个就是 login，然后呢就要 connect 它的数据。第二个呢就要你要。选择这个东西，对吧？这里面好多 menu，对吧？你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有个 chart，对吧？有 chart 以后你才能够玩嘛，对吧？再来，好比说你现在要做 ES，对吧？做一个 ES 加进去，这里已经有了，那么你可以出掉一个。然后呢，这个呢是，这个都是 by default，对吧？你就不要管它。然后呢，你就说可以，OK，这里边要给 S preset 的那些东西你不要。那么现在就一个图对吧？这里放到图了。你看我这里面以前有一个，这里新设一个，它就会重新搞一个图跟出来。但是你如果你从这里面去加的话，也是就在这个地方加一个，你做一个啊，比如说你想今天想做5个测试的，策略。那你呢就可以在这里再加一个，对吧？再加一个 ES，然后呢，那么你现在不就是有是吧3个 ES 的？那你可以选择这是2分钟的，这5分钟的，这个是4分钟的话是吧？对吧？为什么要用多少分钟？你要就要是说，但你要去测你的 strategy 的时候，你要先把它看看那个 strategy 多少分钟能赚钱，对吧？就是 historically。那么你有这么多以后呢，你就开始就可以测了，对吧？这个你先加一个策略，策略的话，好比说我是用 EMA、SMA 的，对吧？加这个东西以后呢，加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去看一下，这是我 default 的条件，你可以改的，对吧？然后呢，你可以在你要选那个你的 account 是什么东西，那你这个呢，你如果说要做3分钟的话，对吧？你就选这个 account 3分钟，然后呢，其他呢？这个你就设置什么东西，你就要改什么，OK，那么你这个4分钟，那你就可能三，你刚才是改3分钟就改3分钟，这个呢是5分钟的，对吧？这2分钟的，所以你这个就可以用它来测几个分钟了。你要想看，NQ 的话是这样，然后呢你这个 strategy 从哪里选呢？你就到那个control 在那个地方去，然后你看这个叫 strategy。如果说你这里看到的，你就一定要 select 这个了，对吧？select 现在他说是 things are false，所以他可能又是你要 think 一下，或者说他要到时间足够够。现在因为他你所以要好比说你要多少分钟以后，有的时候可能就会 think，为什么呢？他要达到这个数据以后，他哪个数据才行？好比说你正在里面手动下一个单以后呢，他就给你就把你这个。把你这个 strategy 把它搞掉了，所以你要回来，在这里面再补上，对吧？那么它也是 sync 以后呢，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就没有加 strategy，是不是？这个是没有加的，所以你加一个 strategy，然后呢到这里去，然后呢你要选这个，刚才是4分钟了，对不对？1分钟的，你要选一个这个1分钟的那个 input screen，这个是。那你要选 ES 1分钟，对吧？然后你可以看到，
然后你回到你这个 strategy 那个地方，点你 click 一下，然后你看到你那个，对吧？你看到就是说这个，你用这个数据的话，用这个 strategy 的话，这1分钟的那个图的话，你会看到它是在这个地方就 short，然后这个地方就 buy to cover，对吧？就把这个 ES 呢 short 的 ES 买回来，对吧？所以在弹到这个点上，它就 short。那么到他就一直到那个地方，对吧？你也可以设成 close 的时候，这个就可以拿回来，对吧？像这个呢，它这里面小幅震荡嘛，你写 curve 写的不好的话，可能是这里买了，然后呢这里面它有 cover 的，然后呢这里面又卖一个怎么弄起来，最后呢就可能会做亏钱。所以这个亏不亏钱的话，其实你写的好不好的问题，并不是说它这个市场啊什么。问题啊，就是说你如果写不好的话，那个很大的波动的话，你最差的那个 Ninja Script 可以赚到钱，而是你那个下它一个，你到这底部的时候，你就可以好的 Script 你写好了以后，它这里面给你，帮你买回来，对吧？你就不会亏钱了，你肯定赚钱了。你要是不好的话，它这里面还没有去买回来，因为它已经结束了，对吧？你这里面还没有 close，没 close 它就不收，对吧？但是你可以写一个 session 呢，就到这个 end 的时候，你给 define 这个 session，到这个 end 的时候，不管怎么样，你把它拿回来，对吧？因为你不知道下星期一每天吧，它是高开的啊，还是什么低走的啊，什么低开的？那你高开的不是亏了吗？所以你在那个 session 的时候，你要把它搞回来。那么就是我们有 strategy 以后就可以这样玩法，对吧？还回到我们的 control 的那里去。这个呢就是要，这个已经 sync 出，对不对？这个是没有数据的，可能你要是看到它还是 false 的话，就说明它里面已经有买了 long 啊，有 position 那些，对吧？你可能 sync 不了，可能你要人为的把它那个开盘以后把它那个叫做 flatten 就平掉，它就可以给你 sync，对吧？还有这个 account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你赚钱呢？你在没账上赚的。还有呢，你这个 execution 就说你这个下单，看他那天真的有一定买来或者下单，他有没有赚钱，哪边有没有怎么亏钱？这个呢，你如果说你着急的时候，你可以这里面把它 cover 掉，对吧？你这个cancel 的 order 啊什么东西，这个对吧？比如说你一个 open order 你可以 cancel 的。所以呢，它的界面呢就比那些什么 TLS 的好很多。你是这里地方，你如果加一个那个 order 的单的话，你可以这里面就发展了。你看到不对，你就 click 一下，整个单就没有了。你就不会说啊，我亏了2000了、3000了，那你不可能的嘛。因为你看到它的话，你这个地方你看到亏了500的时候，你受不了，你就把它 quit，对吧？所以呢，这个还有可以，它也可以看到你现在赚多少钱。亏多少钱？还有你这个止损点、止盈点在什么地方，它都可以。这不行，今天不行。所以呢，就是市场开单的时候，你就可以在那里玩。access 也是，你就上个厕所，你把这个 cancel 掉或者什么东西，对吧？或者是说你把它变成一个 ATM 的那个 access strategy，对吧？不是你用那个 down，你是不是跟我讲话？对，是。没有了，听不见。OK，那你可以搞个叫做，就到那地方，对吧？如果说你对你这个单不太放心，你上个厕所，对不对？上个厕所，或者是吃顿饭，你觉得在这里面你可能找你需要他一个，他要回来这里，那么你给这里下一个单，对吧？就把它 cancel 掉了，它上来你就可以止损了，对吧？还是你是上，如果是往下的，往下走的，你想是某个止损的这里止损，你就可以向下的，你就给它止损。如果你是这个 short 它一下，对吧？你也可以在这地方买回来，高一点的地方买回来，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它一个很好的一个界面，你就可以不会保证做得好的话，保证不会亏很多钱。你不像我们做那个 SPX 的话，你不管，你一不小心，你下次你要下10个单的话，几千块钱就没有了。
对吧？你当然说像他那个这么远的这个5毛的话，可能也不会亏那么多钱。但是做 Butterfly 的话，可能也一下子亏掉了。OK，那我们现在这个怎么用法，你可能去 YouTube 上面也可以看到。就是我把我自己讲的那个怎么样用操作这些东西呢？我自己手动的跟那个还你叫 software 可以问一下，对吧？我们现在今天主要讲讲怎么样把这个 bot 做起来，对吧？很多人可能都说，哎，我这个 C 项目都不会，对吧？我怎么做？其实不会也没问题，不会你就用那个，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strategy build，OK？你就先学一下这东西，你搞个 strategy build，那个就是说它可以 generate 一个 code 给你，对吧？那我现在可能已经有这个 strategy build，对吧？他就跟你说，他就一步一步跟你教你怎么做，然后呢，你可以说 new strategy，对吧？我们搞一个。你写给他一个 name 对吧？比如说 SMA、EMA course，SMA 对吧？这个可能就是最常用的。你要是，这个已经有了，可以把它 two 或者那么你是？选的方法就是一个 barcodes 跟还有一个 ht，这个是 price change，这个是可能最那个 real time 的。这个呢就是这个 bar 最后 close 那1秒钟他给你算，对吧？还有 on ht 就是很多 tick 嘛，一个 bar，比如说你这个他就是新来的他就给你算了啊，中间的还给你算了，就是我们一般就是用 barcodes 吧，对吧？你要是让做的很 real time 的话，像那个 NQ 的话，可能要用这个，但是 ES 的话，barcodes 就够了。OK，没有刚才那个地方的还有那些 more property，你要去好好研究也可以，对吧？但是我们就不管它了，用 GTC 啊什么东西这些 default 就行。然后呢，在这个地方 additions data 你也不要管它，因为你很多时候你看不懂这是什么东西，你就不要管它，对吧？然后呢，这个地方就是要你要加什么东西了？这个呢，哦，这个也不要，这个也是 default 就 variable，你要会加你就加，你不会加你就不要加。OK，那么是 condition 跟 action 的地方是最重要的。OK，然后呢，你可以加一个啊，比如说我现在要说 indicator，对不对？刚刚说是要 EMS 快，OK，EMA。好，我们稍微搞个久的哈，就是最快的九。然后呢，我们选一个 color，那个是 blue，OK、okay。然后呢，你要加到好一个 uncheck，对吧？然后呢，你就说你如果说它快的，cost above，对吧？也是搞个 SMA，我们就是，你也可以用 EMA 也是 SMA 也可以。被证伪了的话，那这个6G1.7.7的应该是谁的？啊，这个不用说了哈，这个不用说。这样，那怎么被证伪呢？有谁能够告诉我，在禅师108课里头讲过二买失败怎么失败？谁？那一个人？谁失败了？我炒股已经失败了。哦，你把大家都 mute 掉了，啊？把他们都 mute 掉。没问题吧？等我想你们就是要问问题，那个你可以那个。考证最多的是一买失败。不知道他是谁、啊，管 他不管他吧。OK，那我们现在是那个叫 Candy 的，那个这样子那个 Paul，我是希望你把我设成 co-host，我来那个 OK，我看管理一下。怎么哈、啊？我看怎么玩它，因为很少玩这个东西，用 co-host。OK，participant 怎么玩？Control，OK，他没讲话，没问题。我觉得，因为我这东西我很少玩的，好好，那你继续吧。OK，那就是说你要用一个做一个 EMA cost and cost 也可以是 SMA，也可以是 EMA，对吧？你就去看一下那个 transcript 上面，他们
很多用那个东西，他们怎么做的？然后你把这个条件拿这来做，对吧？所以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我们现在找做一个 SMA，对吧？就是快的到慢，然后呢，我们选一个那个这个不同的颜色，然后你要这里 select 一个就是 plot on chart，对吧？感觉 OK，close above 就说 EMA 在 SMA 的上面，那肯定就是要跌，对不对？OK，那这个呢，那这个条件呢，就是这条件呢，你就说，EMA。然后你是在这里找 order management 那个地方，对吧？你就到要跌的时候，你就要去买 short。OK，还有 short 呢，就是叫做 enter short，对吧？signal 的话，你可以写一个 short，对吧？然后你就可以在图上可以看到。还有这个是一个，对吧？第二个呢是再加一个，因为你这个是 short 哈，另外呢你可以把它 long close 掉，对不对？然后是 order management，就是 close long x long，对不对？那它有好多条件，什么 limit 啊，什么 market 啊，什么这些，其实你就用那个 s long 就可以，因为那个是 market 给你玩掉，对吧？要不然你要 limit 的话，到时候你死不了，你不就亏了吗？对吧？它只能在那里，这个 market 有 touch 的话。那个也挺好的，但是呢，这些东西你要是市场变化太快的话，你可能，你要搞个 limit 的话，就不一定能搞得了，到时候你亏钱都有可能。所以呢，market 还是比较好的。这个呢，你就可以，那你就说你要他问你是 from entry signal，好比说你要，那等一下我们说要 x long，对不对？我们说，比如说。用那个这个 long 的，然后呢，这个 signal 就是 until short 叫做 x long。这样的话，这两个条件就是说这个 close 包对不对？你这个不是，它这个应该是在下面，对不对？所以应该改一下。我要改错的话，你们讲。B 了。就说慢的走到下面了，就是应该选，对不对？这是第一个 set。然后呢，你要再加一个第二个 set，就是你要这个呢是用来，你再把它改一下，就是。你就是说你要记住，就是 short 的话，你 short 它，你就把它 long 要把它出来。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要是第二个条件，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说你add indicate 同样的，你可以选不同的那个，你可以调嘛。EMA，你可以不要往下。比如说你说是用是湿的也好，都你这个吧，equal to close above close above 什么东西，这样诶，is below 应该，这个刚才那个是应该 below，这个是 above 的话应该是 long，OK，above 的是应该是 long。那么这个呢是 S，做一个 E，SMA 的，SMA 走得慢一点，对吧？然后是，那么你要跑一下，那你可以改变数据，就是说，比如说21，对吧？对不对？然后开了，你可以选。那么这个呢，再加个条件，就是 order management long 的话，你就 enter long 了，对不对？signal long，对不对？一个，再加一个叫 x short，
要 match 它好像，比如说这个 default 看你这个你可以改它，你比如说你觉得你有一个条件的话，觉得它是大涨的那种，那你可以是个大涨的，你可以多加仓什么东西，对吧？比如说你一个要把它那个 long，它已经，比如说你要是往上的，你就要 enter long，一定要，另外呢，你一定要把那 short 把它平掉，这个很重要。enter long 你可以多加一点，没问题，对吧？如果是往下的，对不对？那你就是说它你要把这个 short 出来，就把 enter 一个 short，还有你把那个 long 要出掉，这样的话你就不会亏，对吧？那这个也不用管。那这样的话，那你就有一个你的 strategy 出来了，对吧？你的 bot 已经出来了，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个 bot 刚才他已经想了，就说他 compile 是没问题的。然后呢，你可以再回去，对吧？所以再回去 edit 它。你如果觉得我还有什么新的条件加进去，对吧？你就可以来 next，对吧？你改它，你可以看它的 code 是怎么样的，对不对？那 code 的话就是，那你可以看，如果像他你这种，还 Greg 这种，他可以，这个他随便玩都可以，对吧？那你就可以看到他啊，那就是说，这个和这个 above below 它两个条件，对不对？那就，他们来说可能就是随便玩了，对吧？你可以加很多条件进去。这个还是 data load 的时候，config 的时候，by default 这些什么东西，你可以放进去，对吧？就主要就是这两个条件，搞好以后呢，你可以赚钱了，至少不亏钱吧？你要做的好的话哎，Paul，刚，OK，Yeah，才 Spring 上面14、21那些是什么？EMSMA 就是你可以用MacD 也可以，对吧？那 the period 十对四对二，对。你还可以用 CCI 都可以，我就是用 ATR CCI EMA SMA，还有MACD 几个组合在一起，你就可以做到不亏。我说那个 number 14、21是什么？就是你随便搞一个呢，都是那个多少个 bar back，对不对？好比说你十四的话就从十四那里数，就是说你的这个moving average，对不对？平均嘛，到这个时候的十四，好比说十四就是这个，在这之前1分钟就是14分钟之前的平均值，到现在为止，对不对？九的话就是啊九分钟，你要是用5分钟的话，那么就不是了，这个对不对？5分钟你要5乘以14，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现在这个时候平均值，你要是5天的话，那就是多少5乘以14天了，对不对？所以你就是说你做 future 不是这样做的，你要到多少天的话，你肯定亏死了。都是1分钟、2分钟、3分钟、4分钟、5分钟，我想，你要是很大的波动的话，你可以搞个10分钟的。我想，10分钟的你可能赚不到钱了，它一反弹上来你就亏钱了，对吧？可能都是3分钟左右。等一下我就告诉你怎么样去选多少分钟，OK？这个你叫 screen 做好了，OK？这个就是你的 code，你可以关掉它以后呢，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你如果说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不想用这个strategy builder 了，那你就要在这个地方，你就说 unlock the code，对不对？你点 unlock the code 的话，就是变成了你就再也不能用那个 strategy builder 去做了，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要到那个，还有一个我给你看一下，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研究一下它那个 indicator，OK，只有我的 indicator，你要一个个去试的话，你肯定能找到很好的东西。我记得还有一些那个叫做它可以看图，好比说到那个到底部了，它可以看到底部，在顶部它可以看到底部，那个就是 pattern recognition。你要自己去玩，OK，那么你可以去网上找一些那个免费的那些 indicator 算，好比说我找了一个 bus speed 啊，什么东西，还有这个呢是用那个做 Superchain 的，对不对？那你就可以用 Superchain 的做，对不对？还有呢，别人说哎呀这个东西好，他可能有些 free 的 code，但是有很多都是要钱的。OK，
好的，那个是它的 ending 可能就是花100-200块钱，或者说1000多块钱买个 strategy 都是很值得，因为你买了就可以赚钱了。那你自己搞的话，你不一定能赚钱，但是你如果眼睛看着它的话，可能是你赚不了多少，不亏多少吧。但是呢，就是说你要往前让它自动去搞的话，你可能就买一个比较好。那现在呢，你先可以先试一下，有点感性认识以后再去搞。我这些indicator 基本上都可以用了，你可以有这些你就会用了。你如果说从 Panscript 上面找到一个更好的，你可以看看它是怎么写的，然后回来这里面再把它改掉，怎么改啊？如果你改不了，对吧？你就要到那个 unlock 的 code，你就要那个把它手工去改它，对吧？所以呢，这个就是它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可以比较 price。还可以比较一个 strategy，对吧？这个 strategy 就是很复杂的，还有很多这些东西，还有 time，这些搞起来就是一定要那种 Tony 跟 Greg 那种天天写过写这些，还有那个什么 Lee 啊那些，他们天天写过的东西，他们肯定做得很好，对吧？那你有这些东西以后，肯定你的报，你看就这么简单就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有了报以后呢，你要怎么样去做那个筛选？刚才呢，他就有在想，就说明已经 compile 已经通过了，对吧？然后呢，我们要做一些那个 strategy tester，对吧？就说这个 strategy analysis，对吧？刚才呢，我们不是做好一个那个 EMA SMA2 嘛，对吧？那我们现在就选这个 back test，然后呢，你也可以选个 ES，就说你每一个。这个 strategy 啊，它跟 ES 跟那个 NQ 的话都不一样的，而且每个分钟都不一样的。你可以看一下1分钟哈，然后你做一下，你说这个时间是从那个1月1号到今年8月，到现在，就基本上是涨的，对吧？所以你这个呢，你看一下，你玩一下，你看它是赚钱还是亏钱，对吧？所以你的这个呢，你看它做一这么多这么久，那才赚到多少钱？赚了300多块钱，对吧？肯定不值得，对不对？那你可以选一张2分钟的，对不对？好，2分钟呢可以赚到这么大半年，你不管它，什么都不管它，它可以赚到3000多，对不对？然后你看一下3分钟的，对吧？3分钟亏钱，对不对？所以呢，你可以还可以看这些指标，什么那个。啊，对呀，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指标的话，你这样做的话，肯定是亏钱的。到3分钟以后，那10分钟试一下看看，对不对？好，10分钟他也赚钱了，对不对？所以你就要测一下5分钟，看看能赚多少钱。好，这5分钟的话，他就说今年他为什么赚钱？我猜想啊，因为今年是都是。涨的那种趋势嘛，所以呢，你是 enter long 那些东西，你不要去乱动它，它今年就给你赚到这么多钱，对吧？他说 initial capital 在什么地方，在那里吗？那 initial 这地方里面有，对吧？可能就是 default 吧，就是10万块钱吧。所以10万块钱，他一年赚了。3万多也不错了，对不对？还有没有？还不到一年，对吧？40%-50%了，所以呢，你就要去做一下东西，6分钟行不行？看 Hello，你好，我是小金。，OK，你说什么东西？你6分钟也不行的，对吧？那么这个就是 ES，那你换一个那个 NQ，对不对？然后你看一下1分钟来看一下它能不能赚钱。Hello，听得到我讲吗？可你以，刚现在听得到你讲。我跟你讲啊，你说你要大声讲，我才知道你讲什么。刚刚有明显的 title，因为看到你在放 backtest。不是你这个，你声音太小了，我都听不见。因为我这个，你可能都对着那个你的麦克风讲。这样听得见吗对，听见了，对。？OK，我说，因为你在 run backtest，所以我想要就是给一个 feedback，不想误导大家。刚刚写那个 code 时候，你最后有一个 back 写的 typo 哦，就是你是 exit sure，你写了一个 enter sure，很就搞笑，你对不说对？做这个
我错了是不是？这不管不重要了，这个你去改，你其实我只要像什么流程，你就对，把我它，就问你。对，你就去那个，就是其实今天教你怎么样去玩这个整个流程，对吧？因为这些写的时候可能错了，我也没有注意它。其实，做，因为我今天早上有4点钟给牙痛就痛醒，所以呢就也没有怎么睡好。OK，那么意思就是说，你这个 strategy 做好以后呢？你要选不同的那个 security instrument 的话是吗？然后呢，也要不同的时间去测试它，back test 对吧？你知道今年是牛市，对不对？那牛市的话，你就要现在下跌的时候，你可能你现在去 back test 牛市涨的时候的策略，不一定能够赚到钱。那你可以搞一个那种去年的数据的话，去年是跌的数据对吧？用你可以 import 进来以后呢，再做 back test。然后呢，你今天现在是下跌的时候，你可以用它来做，对不对？所以你每个 strategy 不能说啊，你现在，你 backtest 能好，你就可以能赚钱，不一定的。你要就说在涨的时候，你就涨的那个 backtest 来做，跌的时候用跌的 backtest 来做，对吧？所以你要有好多 strategy 才行，而且你也可能要先要预估今天它是跌还是涨，对吧？或是平的，平的话，这样进去的话，你这。像我这个 strategy 不就没赚钱了吗？对吧？你这那去白忙一天，你可能要换一个 strategy。所以就说你每做一个 back test 的话，你都要把这时间记下来，还要把这个 instrument 把它记下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用它了，对吧？不过我这课错了都没问题，反正你做的时候，你就要记住你的东西条件一定要对的。OK，back test 呢，它有一个，你看它有 optimization，还有这个 workforce。Migration，对吧？还有 AI 的，对不对？所以你要会玩的时候，这些都可以做很多东西，对吧？那我想好了，那么我现在要怎么样加到那个，我的 strategy 用它来玩，对吧？刚才也开始的时候就讲过了，对吧？现在你可以把它换过来，而不是说你用这个 chat，你现在可以把换个 strategy，对不对？现在把它 remove 掉。刚才四个东西加进去，然后呢，你也看，你也说3分钟的，对不对？5分钟的，加这里去，你是 ES 5分钟，然后呢，这些都不用管它了，对吧？然后 OK，然后呢，回到那个 Control Center 那里去看它的那个 strategy，然后你要 click 这个东西，对吧？你回来就可以看到你的图上。有这个了，这个呢，它你看，就是说，那这个地方它 close position，它是 long，应该是 long position，对不对？然后呢，它就开始这里 short，对吧？那这个就是写的不好了，为什么呢？它在这里的时候才进，对吧？你要人工看的话，它可能就这个地方就进单了，对吧？或是这个地方就进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你要改，你要去做我这个怎么样？像 AK 那样，它可以在这个地方进单，对吧？它可以在这个地方出来，或者这个地方出来，对不对？你看这个也是还挺好的，它至少它可以在这地方 close position，对不对？这地方就是 short 以后它 close 它，说明呢，就说这一段它迟到了，当然这一段的话它是迟不到。那么像星期五那天的话，为什么它总是亏？那就是说它这个半山腰的时候进去，这里进去了，对不对？或者这里进去，这里出来了，因为实际上它涨幅很小的时候，它这里进去，可能这个地方出来，对不对？那就赚不到几块钱手续费还是什么东西还。那你搞可能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你就要选一个好的 indicator，在这个地方底部的时候进去，高点出来，高点的时候下它，底部出来，你只要有波动，你就可以赚到钱。OK，那我就讲这么多，然后你们看还有什么问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大家就可以讨论一下，分享一下你们怎么做的，对吧？你们有什么打算，什么想法？这个东西的话做得好的话。就是用自己的钱来做的话，也不会亏钱的。我是觉得是这样哈，像那个 Paul software，啊哎，，Paul 啊，对呀，哎 Paul，还听得见吗？听得见我说话吗？听得见。啊，就你刚才说那个问题，那个 backtesting，他这个就是 Ninja Trader，他有没有那个 period 在有没有 specify 在一个 particular 的 period？有啊，他的刚才 back test 不是 strategy analysis，
对不对？这个时间就可以改呀，对不对？我不知道他能够多少年哦，看一下能不能够把去年那个，去年从1月份跌到，对吧？看一下，1月份跌到10月份，对不对？就好比说，我说1月1号开始，天呐，在2003年、2002年的，是吧？2002年的10月份吧，9月份吧，OK，对不对？这个时间不就出来了吗？你玩一下，是不是？就是你每个，就是做 Pancakes 的话，就是要花时间。你要知道这段时间到底市场是怎么样走的，对吧？然后呢，你就要看看这个，就是可能一个 strategy testing 的一个时间，就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就花好几天时间，对吧？你每个都要做，至少用 Excel 吧，把它记录下来，对吧？你可能你这一段时间是上涨的，然后呢，上涨的时候你是用多少分钟的，对吧？你看这个12点就不就亏钱了吗？亏了10万8万块钱，对不对？所以呢，你可能就不能说我这一年用这个12点都可以赚到钱。那么你可以算一下5分钟的，刚才说的是5分钟可以，是不是？对吧？这个5分钟还是赚到50%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间哦，10分钟，1分钟的话，你只来回在那打鼓的话，他就肯定亏钱的。所以并不是说你也快进快出马上就赚到钱，而是你要吃到大的波段，你就可以赚到钱。就是做 future 就是这样。反正大部分都是虚拟开的，我觉得，啊？尤其我大部分这种有延迟的这种 indicator，你这些页面什么这个都是有延迟的嘛，所对，以你要太快的去进了出啊，这个肯定都不行的。亏钱我觉对，得，但可是能你要。没有什么新的，就不像你托尼他那个 strategy，他也是可以在低点进行高点出来，对吧？但是你知道要去琢磨这个东西，你要写 code 去做 testing，或者你用这个都可以，对吧？你看你买他1个月的数据，你可以那么几年的数据就有了 SPY 的了，就是用 NQ 就是 ES 可以做嘛，对不对？你还可以选一个 Apple 的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它有没有 Apple 什么东西，对吧？啊，有那个 SPY 的，我不知道哈。它如果有的话，它不就是免费给你的数据了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你搞它3、1、2个月，你把那个 backtest 做出来，你这个数据有了，对吧？还有你也可以在那个 PanSQL 上面去做很多 backtest，你不是赚翻了，对不对？你买数据都不止这个钱了啊。你买一个数据，你想买那么多数据的话，你想想，你还写 code 去做，你可以再花好几百块钱呢，对不对？这个你要用 Apex 看它那个像股票的数据也是 included 的吗？还是说这个我没有注意，你可以去，你回今天就可以回试一下。肯定 trading 只能做那些 future 嘛，你不可能对，去做。那些数据我不知道，SPY 的不知道。像你要是搞数据的话，你要会写 code 的话，你搞一个那个 Alpaca，马上就把这个历史数据搞下来了，对吧？因为你搞那个，不你是搞，哈，因为你搞那个 Trading，对吧？你写一个 Python，至少每天的它可以给你做出来，你每分钟的不知道哈，每分钟好像可以有。我现在很多地方，你要会写 code 的话，1分钟的那个数据它都可以给你免费搞下来。对吧？你搞它一年的，1分钟一个的，你不要，你没有不会写的，你可能你要去买啊，对吧？另外有个问题啊，就是你看到你在群里发的。那可能你还没讲，还是就是你说，如果用 Ninja 的话，你能够可以用什么 indicator 还是什么可以判断，像比较早，你说过，比如说用那个 Buzzfeed 啊这些，你对可以，Buzzfeed 还有那个 Python 秀一下 Recognition，好比说你当你先。的底部的时候，它有那个，可能 Tony 他会算，他就是说，他这个时候 speed 就减少了，OK，他可能最后那个很简单一个东西，就是说 closing 跟 open 它两个之间差得很短的时候，对不对？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在可能到底了，但是你还要把那个 Buzzfeed 还要把前面那个
综合起来，把那些moving average 还有那个 super trend 那东西 ，super trend 不就很准了吗？它是底嘛，你要怎么样把它用起来就行，你就要去一个一个去试它。哎，那你秀一下你怎么用那个 Busby 的，就是比如说在那个图上，你用的什么，就是 Busby 的那个 Busby 图上看不出来的，你要算它的。那个它你不就是它也知道在玩它的东西嘛，用它的那个所谓的 Busby 嘛，它 option 的 Busby 跟那个 start 差不多的。你要去算它，你要马上你就 coding 它了。那上面搞不了，这个地方搞出来的话，你这个就搞不了。他没有人已经算过有一个什么 come up with indicator 就是 Busby 的吗？没这个有的，这个 Busby 它比较 normal 的嘛，对，它不是 default， 你要从外面去找来，当时中间去，哎，你找一个 indicator 的话，你给它就叫做 import， 我告诉你怎么 import 它 ，OK， 这很重要，你要不然的话你哪来你不会用，比如说 third party 的 script， 你说，对，就是人家免费的那些。你要当那个，community， 比如说 Ninja 那些哈，对，那个这个 Ninja editor 对吧 ？Script editor， 是不是这个地方？我看看，不是这个地方，是在那个 Control Center Tools， 然后呢，你是 import Ninja Script Add On 的地方，还有一个叫 XML file， 这个一定要的，有时候你 XML file 不太。然后呢，它一定是要 zip file。你看我这个不是我圈嘛，我就打开，对吧？可以这个，你要 import zip file， 你打开看到它有个 XML file， 它就会问你家的，他说这个要不要这个别人的东西，你相不相信他什么东西，对吧？那可能搞过你钱啊，把钱偷走啊什么的。那一般人家不会搞这种手续啊，但是你可能亏钱有可能，对吧？因为他写的好，因为他说已经这个。Already exists， 你要不要去 replace 这东西，对吧？我现在不管它，真的了，对吧？不需要了，哎，我就反正你是怎么知道怎么 import 它就好了。哎，很多那些免费的，或者在叫人家写的，你都可以，你改好以后，你就可以用它来那个 import 进去，对吧？你就需要 include 一个 XML file 就可以 import， 还是一 file。如果说你看到的没有 XML， 你就可以就用它的那个 script。你 open 一个，比如说你随便搞一个那个刚才那个 script， 对不对？已经看到有 third party 的那些 free 的 Busby 的，你就把它 code 抄进来了，你把它打开，对不对？比如说我的 EMA code 对吧？刚才搞的，对不对？你觉得它那个 code， 对不对？这个我要 unlock 它才能够 edit 它 ，OK。你一旦 unlock 以后，你就不能再回到那个 strategy build 的地方。所以呢，我到一个那个，比如这个，我就可以去改它。改完以后呢，你就要到这个地方去，compile。如果有声音的话，对吧？这个声音出来了，说明你的 code 没问题了。如果没有听到这个声音的话，你就要到下面去，然后下面去再去看到，你就看到一个 error message， 你就得 fix 它。OK， 你要会玩，你会写课的话，你就知道怎么 fix 它。这些都是我写的。OK， 所以你要会写，这个钱短了，没做多少课，对吧？但是它就可以让你挣钱，对吧？至少假钱是这样，我挣钱没有，这 Apex 它能够没有用挣钱，我用手工去做两下就亏掉了。我其实用那个东西做，可能他也不会亏，当时也没写好，对吧？所以就是这样的，这 code 都是 C sharp 的哈，这是 C sharp 的，这个你会 Java 的话就会写，因为很简单一个东西 ，syntax 是一样的嘛，对不对？就是你要知道 API 怎么搞呢？你到那个上面去，那个叫做叫它一个，它这里一个 N 加。Ecosystem 对吧？在里面很多那些，你可以 search 它的这些 code 对不对？还有另一家那个叫做 Help Guide， 人家吹的。Paul 啊，你昨天不是有塞那个什么 Lifetime 1800吗？我就直接花1800买那个就好了，写那么多够干嘛？对对对，去买就是有真的有钱你就。
像那个空仓，他有钱，你买一个方案里面，你是看到它大跌大涨的时候，马上钱就回来了，对不对？你搞什么对搞？呀，1800花了之后马上赚回是来，不是？写那么多。你就不要是在那个在那个震荡的时候去做它。OK，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他那个 Ninja Trader 他怎么搞，教你怎么样玩这些东西，对吧？怎么样看这些东西，还有那 API 怎么做，你可以找到很多东西，对吧？Configuration 这些都可以。你就即使你搞这么复杂，你还不如就是说1800、1600，尤其是便宜点1700，对吧？你就我就看到他的，我有时候看他啊，几个账号一下子就3000、4000了，对吧？但是你如果说你扣写的不好，但可能你下次还有跌回来了，所以呢，他下单的时候很好的，他可能收单的时候不一定好，有些时候写的不好，因为那个他有 delay 嘛，对吧？所以你要他好的扣，他就在可能最高点他就收了，或者是最低点他就收了，对吧？他不会整天搬山腰去搞，搬山腰的话就是说把你赚的钱亏一口气，或者是亏的钱有赔进又赚回来，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呢就会亏钱。OK，就是两个东西，你们看好就行。1800，你们说的是一个abort 的 package，包括一些包括 indicator 啦，包括 strategy 啊，包括这些order management 的一起的。没有什么 order management，它就是这个怎么样让你下这单是一多个的。东西，哎，我再给你对，怎么哎，就是 board 没有 order management，那怎么它有行？啊，它有多少？它比如说你要多大账号啊？你要下多少单呢？你想赚多少钱呢？他肯定有这些，好比说我的东西啊，我这个我给你看一下，我那个，那这种东西，consumer，那不是就是那 commercial 的，有些不同的，就是你随时可以看到，但你也不知道哪一个好啊，有的那可能你要自己说，因为他做的时候。你买了之后你不 work 的话，很多人，他很多人写这东西，因为他只要有的这种 ecosystem，他就会有人写的，他能赚钱，对吧？对不对？你看我自己做的啊，我自己做的这个 bot 是吧？我可以选它是不是 use limit order 对吧？use long and short，还有呢那个是不是要 reversing，还要不要 stop loss？我的 stop loss 不 work，你要什么时候 take profit 对不对？还有呢我这个 ATR EMA。CCI 这些东西你可以改它，对不对？这就是很多 parameter 了，因为 parameter 多的话，你每个 parameter 你都要做一个 backtest，对不对？所以就很麻烦。所以做 backtest 的话，其实最花时间的。但是你只要筛选到一个好的，你知道这个啊，比如说它大涨、大涨、大跌，你要用那一个，或者是平着的时候你要用那一个，那你就可以赚到钱，因为这个。你看那个 Louis 那个啥 Louis，他说他回上班回来的，他发现亏钱，他就根本没有看着盘的，他就是那个包在里面玩，对不对？所以你也想要出去出来上班或者出去玩，你也要把握做好，对不对？OK，你们讲吗？你们那我们把这个 recording 把它关掉，然后我们随便吹牛。OK，看看 stop。